这个草地漂亮， long, long, 一点一点的变上去。Mary had a little lamb, 你看，比他的有头绪，对吧？啊，是不是比他的有头绪？ Long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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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笑什么笑？ Mary, 我都拍上了啊，让你妈妈听一下。琪琪在这干嘛呢？原来表扬你，现在要批评你了。Shut up！ 看看这个草地比他的好看多了，画面比他的美了，是吧？哎，你像那个小花啊，提前画好吧？啊，底下的小花啊，提前画，要不然你的底下一染就画不上去了。这个蜡质它都画不上去，重复的。先画花啊，先画花啊，你喜欢什么花颜色，你就画什么颜色。老师，这是有个口子。废话。可是那我咋办呀？我都不好意思。你能不能不要分心呐、啊？你好了几天你就开始了。我没有分心，我是在看。对，这个背景已经推后了，非常好啊。你现在就可以画头发上的颜色啊，前面身上的颜色，到最后再给它加颜色啊。就是这边画一画，这边画一画，觉得深度已经差不多，然后你再把这边强调，这边强调以后再画这边哈、啊，就是他们画一层，跟着紧跟着全部再进行一层，就还都是从由深到浅的次序来画啊，画一画，然后呢，它有一点层次以后再把它强调，就给它加紫红色了哈、啊，加紫红色以后，这边就深紫色，啊，它就背景就推后了。是不是觉得难？有一点。我抓着你的手给你起一下头，你再简单不过了，知道吗？你我现在要求你的就是不要重复画线条，明白吗？啊，就是一条线走到底，不管你画错了或者对了，你都不要去修改。这个呢，这个的目的就要让你甩掉橡皮的工程，知道吗？就尽量的不用橡皮去画画，那么走线要果断，尽量的看着这个形状去画，好吗？尽量，但是错了都不要修改，知道吗？果断的走线，这都练的这些内容，然后以后的造型能力啊什么，你就用这个提高的非常快的，明白吗？啊，你的功夫都从这里练的啊。这个一节课画一个这个，然后呢再画一个色彩，就是你的时间够的话，这个画完就画色彩，色彩也是练造型，明白了吗？来，我抓住你的手，来，从第一个开始啊。你看，咱们先画这个，好吧？就里边先画，从画最大的，好吧？然后呢，慢慢的，你看画一个圈，对吧？慢慢的再画中等的，你看最后再画这些小的，就把它填满了，就是在这个形状内。但是这个线不能画，听见没有？啊，就在这个线的范围去画。你看这个在这个边上是吧？那你就把它画在这里，啊，画在这里。然后呢，你看它的叶子是这样子的，是吧？两边的叶子是这样子的，就在这个线上画就行了，好吧？啊，它画一画，画一画，把画完了。然后呢，上面就是这个，你看这个呢，我们先画一个它的后边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再画一个中间的，然后再画旁边的，容易吧？是不是很容易了？嗯，是挺容易。嗯，对呀、啊，可是那些所有的都是这样子，每一个你画完一个，我就给你说一个，你就知道怎么画了，好吧？你看这一个就画好了，这个中就画好了，是吧？这个我来给你讲啊，你看这个第二个圈是吧？第二个圈，然后第三个圈，对吧？这是第三个圈，然后呢，第四个就大一点了，是吧？这么大，那么这个线怎么能把它画的像光散开了一样？哦、这里对，对着画，对，对着画，明白了吗？哎，对，会了吧？还难吗？没有这么难。对，然后你现在把它补起来，是吧？把它一个个补起来，补起来之后呢，再画外面的这个一个一个的，是吧？先把这个花画起来，好吧？然后你再画这个花，你看在这里跟它一样的，对吧？嗯。哎，这个花在这里，对吧？这个花在这里，好。可是老师，你画的应该不管它，你不管它，你就是找东西画就行了。找东西画，看着它这个边上，你可以在这里画，这个边上可以加到这里去，就是在里边挑选就行了。
啊，你不可能把它画的跟它一模一样。你看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我只给你画了六个。对，所以说你就挑里边最大的，把它里边填满，然后呢再画中等的花，然后再画小的花，明白了吗？难吗？对呀、啊，很好啊，苹果的颜色变一下，你可以变好几种颜色，就是熟的程度不一样，品种不一样的苹果是吧？嗯嗯，非常棒。你的花大一点，宝贝，宽一点，宽一点，大一点啊！宽一点，要这样大吗？对，大一点，扁一点，它就大了呗。嗯，看，把它的从里边慢慢的变出去，有这个，你看，突然间这个好看吗？看这地方都要密一点，好吗？这地方都要密一点，好不好？给，让它有一个能交代过去的啊。你看这是不是太突然了？这个为什么要从深色往浅色画呢？就是它们之间要有一过渡的，不能突然间有一个这样子的线条啊。你画完了？你会写时间和名字吗？我好像有点忘了。今天是七号。你看见没有？让它有一个过渡，看见没有？慢慢的过渡进去。他脸上也扎刺了。你总要跟我作对是吧？嗯，不是啊。我为啥要跟你作对啊？你看啊，让他有一个慢慢过渡的，不能突然间好像刀子给剪齐了一样。谁的理发师？我看看你的。好的，你这个边上要有很多的东西，最后没有这个线条的。知道吗？要把它擦掉，就是所有的东西，你比如说这些小花啊，小豆豆啊，把它这个边缘的部分都给它有一个交代，知道吗？你看，你比如说这里有一排排的叶子，对吧？这一排排的叶子把它的线代替了，最后就把它给擦掉了，知道吗？啊，你可以，你看圆豆豆啊，或者是一个小花啊，你看啊，它都要到边缘上去，好吧？把这个边缘线蘸了以后，橡皮就把它擦掉了。对对对，它有一个边缘的线啊。眼睛你看哈，这眼睛的就是它的瞳孔的上面跟那个就是它眼睛因为要伸出去一点，像房檐一样，是吧？所以这地方比较重，这地方比较重，然后呢，中心的下边比较重，其他地方哈，那个线就一点点，你看这里深一点，然后这里就浅一点，那么中间呢稍微加点蓝色就行了。明白了吗？稍微加一点蓝色啊。这它颜色找不到，里面的这个。这个蓝色找不到，首先是黑色，首先是黑色，轻轻的画那个黑色，然后呢，在它空的地方稍微加一点蓝色就行了。你纯画蓝色的话，那就比它还亮，明白吗？啊，先是以这个黑色把它的层次画出来，然后呢，用蓝色轻轻的给它一画就行，有一点点蓝色就行，啊。铅笔放得太近了吧，推远一点好吧，放到这里，哎呦，放到这里就可以了，要不然你手都没法画，是吧？你现在该勾线了是吧？快勾啊！你慢点勾，你看你原来画的好好的，勾的位置都不对了。中间是黄色吧？中间是黄色，中间是这个最亮的黄色。给，那我画不了。可以画的，这样。来，我们先。对，你看最亮的月亮才能亮，是吧？加了这个色就亮了。
这地方你先别画，先画别的地方。为什么？这还湿的，你一画就画烂了，好吧？先别画。那这个边边，你不要动了，不要管它，它可以最后画的。你现在还没干，你先画其他地方，好吧？哦，然后就这纸。啊，不要紧，可以的。OK。嗯。我十一点来的，对吗？我十一点半来的。那我十一点半来的时候应该快下课，对吗？啊，半个小时了。来下个茶会。哇，半个小时，太好了吧？要一个小时。看那个戴的口罩，才怪，才怪呢！为什么？才怪呢！不可能！第一，他为什么戴口罩呢？啊？嗯，没有线，是吧？你叫我别涂了，那都湿。那再给上贴一块不就完了？那是什么？啊，把那块一贴，不就戴的口罩？还可以的。赶快换、啊、鼻子两边那个袋子里头，那个袋子里头啊有干净的纸，对，哦，那个地方小心点啊，对，眉毛画得很好，眉毛画得很棒，对，什么地方重什么地方轻要注意啊。太棒了，小乖乖。嗯，你看这上面一画，这下面一画，是不是把马就衬托成白的了？是吧？啊，真棒。好了，嗯，好了，可以了。名字和时间写在这里。是什么？啊，写在这里就好了，写在这里，写的往下一点啊。今天是七号，来，你用这个先写一下。今天是七号，七日啊，对，七，对，画一个圈圈，中间点个点，嗯，然后是十，画个月亮，对，月亮画啊、哦、像一点，对，嗯，然后是2023，嗯，好，你换一个笔吧，换一个笔写，或找一个尖一点的。真棒，看这白菜画的。嗯。啊，朝下一点，写到这里。啊，我给你画的指甲印了，写到这里。真棒，这白菜吃起来看起来都嫩嫩的。我是老师。你啥能代替我就好了。这里还没涂一下。呀，这个后面都不是绿色的，你都画成绿色了。我加颜色。加也加成浅一点的另外一个色，它因为背面看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嗯，好吧。上场。